这边还有，那这边把它点一点，继续点白的哦，点白的加六啊，没有过就合祝福吗？好像可以哦，那我点加六。等一下，先把这个祭品弄了。哎，可以耶，可以可以，加七哦，好像可以哦。那把这个都，结干到七，三就结束了。哎，四，哎停，靠，停，停停停，哇，两个四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里还有戏。这里还有戏，大不了等 TJ， 哎，可以合祝福，那我合祝福好像可以哦。这边还有可以转移，全部直接多重六，来加五爆，点两颗，加五爆，哇，好，刚挑战加七嘛，加七，我可以转移，这几趴，五趴，各位一波七，一波七，没关系啊，两合祝福等赎回，点两颗五点过一颗就可以合六祝福。我觉得拼七好像不错啊 ，OK， 来吧，没有过我就把两颗五合成祝福就先带，然后等赎回 ，OK， 加七，拜托啦，第一颗可以存仓的饰品就这一颗了吼，找个妹子啊，找个妹子，等我一下哦，等我一下哦，找学妹，找学妹，学妹学妹，大家想看学妹，这里也有学妹，这里有学妹，好，学妹来咯，学妹，拜托哎，学妹，拜托哎，拜托，拜托。拜托哎，学妹，拜托你让我过七吧。三、二、一，哇！谢谢月光哥，好哦，哇，好爽，好爽，这个学妹可以，可以娶哦，学妹可以娶。学妹，你很漂亮，请你嫁给我。啊，开玩笑的，请你嫁给鲍鱼哥。鲍鱼哥，谢谢学妹。加八几趴？加八八趴，先锁起来。那这两颗五，谢谢啦，谢谢谢谢。两颗五的话，合成再一点 ，OK。合成再一点，印记视频，印章。事实证明，早知道直接点就好，多花两颗。哎。但是你没有花的话，对啊，你没有花你也不会想点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墨菲定律。再喝一颗七，先锁起来，就点这个嘛。这个如果之后还可以再拼，好爽，对啊，好爽。这个是二十二，来吧，加六，三、二、一，爆 ，OK， 好，爆得好，好，那就先这样子喽，一个七，一个五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有提升了，有提升。那下楼咯，准备代卖了。